入邊咧，我哋都非常非常之熱鬧，因為我哋除咗有地球人之外咧，亦都有宇宙人喺度嘅。咁會同大家一齊玩下啦，會同大家一齊打交嘅。不過係佢哋自己打啫，你哋唔會牽涉在內嘅，所以放心。喺呢個節目正式開始之前咧，先介紹我自己。大家好，我係嚟自香港電台嘅大元小白，你哋好啊，亦都係今日呢一個活動嘅主持人嚟噶。咁有啲要嘅，真係非常之重要嘅事項咧，要同大家講噶。首先第一。一陣間咧會有一啲嘅動作嘅場面嘅，小朋友千祈就唔好模仿啦。我哋可以靜靜地坐喺張凳上邊，安坐張凳咧就欣賞呢一個表演。記住喎，千祈唔好行嚟行開喎，即係行嚟行去嘅話咧，一陣間可能啲怪獸啊、超人啊，佢哋拳腳老馬咧就容易發生意外啦。所以咧，全程麻煩咁多位嘅朋友咧坐定定喺張凳上面啦。咁啊，另外咁啊有啲嘅人表演啦，台上台下嘅，總之。大家都係繼續留意住呢個表演就可以㗎啦，唔需要驚嘅。咁啊，因為一陣間啲打鬥咧，非常非常之激烈㗎，呢個都係萬有關注㗎。咁啊，今次咧喺世界巡迴演出當中啦，咁啊出現咧就係超人帝家入邊嘅一啲咧成員入邊啊，將呢個世界咧喺唔同地方嗰度亮相㗎。咁今日咧就嚟到我哋奧海城呢度咧，咁啊其中嘅一場嚟嘅，同超人帝家咧並肩作戰嘅 Ultraman， 咁啊亦都會變身成為超人帝納斯嘅，帝納斯咧亦都會嚟到現場，我哋。準備定叫佢出嚟噶啦喎，好唔好啊？好，戴納斯。喺呢個時間大介紹一下啦，飾演咧就係戴納斯嘅中村佳麗小姐。戴納斯，戴納斯。大哥，你好啊。中村佳麗，戴納斯。戴納斯。我成日都話啦，廣東話咧就好難講嘅。一個朋友講到廣東話，你一定要俾多啲掌聲支持啊！今次咧嚟到香港非常之難得，有啲咩特別嘅説話？先同咁多位打個招呼，見下面，有啲咩特別嘢講㗎？我嗰啲香港人民咩事？你係㗎？有冇聽過？本当にこれって思ってなかったので、皆さんに会えるすごく嬉しいです。たくさん集まって、ウルトラマン好きですか？大好き！大好き！喺佢面前啦，佢問大家係咪都好中意超人㗎？啊！要大聲啲啊！好唔好？啊！好啦，咁啊，今日第一次嚟香港啦，有啲咩特別嘅事情想做？有冇啲特別嘅食物又想食、想試下咁樣咧？啊，初めての香港ですけど、食べたいものとか行きたいところもしあったら、今日朝食べた焼き鳥がすごく美味し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っともっと美味しいものいっぱい食べたいってギャルちゃんとかを食べてみたいです。我意思啦，食蛋撻嘅，咁咧聽講飲茶都非常之美味，所以咧好想快啲有機會去飲茶。喂，我都好想同佢去飲茶，好咁啊！呢個時間咧事不宜遲啦，首先咧同大家睇一睇超人帝家同埋超人帝納斯一啲嘅精彩嘅戰鬥片段嘅喎。係啦，咁我哋先大家一齊望一望個熒幕先。You are demons， 人類進入侵害。そうですね、これを撮影していたのが1年くらい前なのでちょっと懐かしい気持ちとなんか常に会いたくなりますね。因為咧，其實咧，我哋影呢拍嘅時候都係一年前啦，咁所以咧見翻咧以前一齊拍戲嘅啲同伴咧，佢話好想快啲同我哋見面。
咁除咗呢一個預告片之外啦，其實電影咧入邊咧，我哋都特登喺今次嘅演出節目入邊咧，剪輯咗好多唔同非常之精彩同埋難得嘅片段噶。咁啊，亦都咧揾嚟幾款唔同嘅片段，可以喺今日呢個 event 上面咧，同大家一齊分享嘅。咁啊，跟住亦都有其他嘅片段，我哋又準備咯喎，大家一齊睇睇。我哋又一齊睇睇咯喎。咁佢話咧，呢一個咧係一隻非常強勁嘅
力量好強大的怪獸。有一個咧，有一隻叫做係吉爾貝斯啦，一直咧就追到去地球啦。咁佢同佢哋打咧，真係都非常之緊張㗎啦。哇！地球咪好危險？超级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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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經差不多啦，因為話多謝曬，
鬼咧 ？Vanessa，Vanessa，Vanessa， 耶！哇！非常之有型同埋非常之強大啊！哎呀，不過咧喺呢個時候，我知道咧有好多有關於 Vanessa 嘅片段，我哋仲可以慢慢欣賞嘅喎，一齊去睇。Yes.